好，我是郑志林，是一名在 PCS 表科统就读的 K 度学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林的妈妈简莹。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眼中独特的家园——新加坡。对我而言，新加坡独特的一方面是气候。我年龄还小，只去过香港和拜登岛。我去香港时是冬天，天气很冷很舒服，我们出外时要穿棉衣，不然会感冒的。那时就想，哎，新加坡怎么没有冬天呢？后来和志玲一起探索之后，才知道原来新加坡的位置靠近赤道，是热带雨林的气候，气温非常高，常年气温变化不大，所以就没有春夏秋冬的变换交替。其实这样很好，因为我不需要带那么多衣服去户外，随便穿件衬衫就能出外滑滑板，很便利，不是吗，志玲？嗯，是的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它多元种族和多姿多彩的文化，就因为这样也有了各种各样的美食。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让人在一个地方吃到很多不同的美食。哇，说到美食，妈妈喜欢的有马来族的沙爹，印度族的煎饼。妈妈在厨房里好像煮了点东西，我得去看看了。哈哈，糊涂妈妈。那我喜欢的有华族的小笼包和阿雅族的狮子蛋糕，妈妈做的狮子蛋糕我最爱吃了。嗯，我好想闻到一阵香味。哇，志玲，你的鼻子好灵哦！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蛋糕，快吃吧。谢谢妈妈。红色的是妈妈的，青色的是你的，你先吃吧。是绿色，不是青色。哦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妈妈，那是红青灯还是红绿灯呢？当然是红绿灯哦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的，我以后会用绿色的。你想喝什么水啊？这是没有别的饮料。有啊，妈妈说的水也是指称所有饮料。水是代表水而已，是我的华文老师教我的。妈妈，我可以喝凉茶吗？最近天气好热哦。哇，你的华文老师教你好多东西哦。好的，妈妈也正想喝一样的饮料。你要水草吗？水草，那是吸管。哦，妈妈从小就称它叫做水草，咖啡店的阿姨也是用一样的名称。水草是一种水生植物，不是用来喝水的。嗯，让我查一下。哦，志玲，你讲的没错。是说不是讲，说的没错。你看，我觉得我们新加坡最独特的是我们的华语，漂离中国百年，再次独立进化，和其他文化互相影响。我们说的钢板和巴沙也是从马来文演变而来的，那讲是受了广东话和福建话的影响，真有趣啊。是啊是啊，华族的文化很有趣，华语也很有趣，我会好好学习，将来还要教给我的孩子，把我们的华语文化好好传续下去。好，很棒的想法，我们一起学，一起学好华文，讲好华语，耶！